本东，希望本东，本东出气。这些大小兵都了十万人啦，海军吃完了，拢会使放，拢爱放伫座位下回收等级啦。啊，我旅客可能就会喜欢收藏，就会偷偷的带回去。漫画师康群凤老师帮我画的啦，他完全授权，都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。他是以依照寻道车，他的不管他的线条、他的造型下去创作的人物啦。那这一位人物目前在台湾也蛮红的，对动漫人，哎，喜欢动漫的人来讲，他们大家都会来这边跟这个小群拍照。他也有帮台铁画呢，他帮台铁画啊。后来呢，因为变成好朋友之后，他大概已经帮福井画了好多幅了。这十二个我都收了八年，因为它叫十二代铜塔，就十二代的车子，我一年大概发行一个而已，所以我收了大概八年才。其实它是从千禧年之后，它发行第一个纪念便当的，之后它每年大概发行一个到两个。那因为我本身是卖便当的，所以我就收起了它所有的铁路纪念便当的。这边里面台铁或许都没有这么的齐全。伊个一挂，吼、哦，伊个窗户啦，伊个头灯啦、啊，嘿，所做的创作。啊，颜色，这颜色大概都是啊，然后福井市郎一三五五，大概都是从这台车子做延伸的创作啦。嘿，最主要是这样子，然后再把这个拿到便当盒这样。本东，下面本东，本东出去。